本所昨日19时30分起接获到报案通知，我们同仁前往了解，在辖区的宝泰路上为一部知晓货车疑似红线违停，本警察局的交通大队同仁执行拖吊，我们交大同仁完成拖吊以后，一个民众林姓民众跑上来追上拖吊车，并拦下拖吊车与我们执行同仁发生一些口角，而在发生口角，我们同仁在解释的时候，这位林姓民众不理智的帮已经执行完成拖吊的车辆私自毁损封条，还有并进入车内，我们全案依现行犯逮捕，依妨碍公务移送。